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，你对我有多重要我还没有你知道，安静的听你撒娇看你睡着一直到老。穿越队，穿越队，穿越队，他们是日本朋友是吧？哎，没有，台湾的朋友，只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中文版他们唱的哦，对，主题曲，对对对，来一个一个介绍自己，介绍。好的，我是键盘手，我叫 House， 耶，晚上好。我是穿越队的男歌手，叫郑以纯，拦截。我是穿越队的女歌手，我叫做杰心。他还特别介绍女歌手，对，女歌手，因为我们有不止一位女歌手哦。那这位应该是男歌手了哈。我是穿越队的贝斯手 ，Funny。哦，好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穿越队鼓手娜美。哎，鼓手是女生呐？哎，你是鼓手？那应该叫女鼓手啊。女鼓手，一位女鼓手。那你们这个为什么叫穿越队？你们喜欢撸串啦？哎呦，对啊，喜欢挑串。我们的特色就是把很多有趣的歌串在一起。哦，所以这本来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事情。对，哇，那很擅长了。那这一集等于就是为他们做的。对啊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先来听听他们这个歌曲的表现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有一个歌《乌梅》，这个《乌梅子酱》，它好像红得不得了，拼图，拼出来了。到底哪一首跟他拼在一起是最棒？但是再看拼图，吓死了！拼图之前，《乌梅子酱》这个有点疑点。哎呀，他那个是用画的，李荣浩是用画的，很显然眼睛有故意画大。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，明显眼睛有放大，放很大。这张从这个灵异的角度来看呢，应该是一种灵异现象。没有，那就是一种放大片。放大片。对。哦，啊，你们为什么喜欢唱这种双胞胎歌呢 ？Why？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经营了一个抖音频道，然后很多朋友都喜欢这样的模式，所以也让我们在短短两年内呢，就已经涨粉占了25万。哦，大家都选这样串来串去，受欢迎，那是还不错。来，拼来拼一下，拿出来拼起来，到底是哪一首？注意了，这样这么新的，跟哪一首呢？跟哪一首？来，浪漫手机，手机，那不是周杰伦的歌吗？来，以节奏，既然搭得起来，对，以节奏角度，他怎么搭得起来？来来来，鼓手娜美，娜美，他们节奏一样，节奏的一样，节奏啊，旋律的旋律，旋律几乎差不多，几乎差不多，整首歌可以套进去哦的感觉。一起来演唱这首《乌梅手机》。哎呦，哎呦。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，你对我有多重要我还没有你知道，安静的听你撒娇看你睡着一直到老，爱情好像飘上
别别，这一团里面啊，你早就该单飞了。哎呦，单飞吗？声音很跳啊！你不要浪费这样的人才，被他在那里恶搞一些有的没有的。那可以再重录一集吗？自己一个人的，自己 solo 一集，马上就单飞啊！哎呀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我跟你讲，所以从这里面听得出来，这男生的声线是漂亮的，很干净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哦，他是用女 key， 嗯，他来配合他们这一个。闪亮亮的这一位，怎么称呼？杰星，然后他的和声哦，又恰到好处。之前有单独来过吧？有啊，来猜歌吗？还是模仿林俊杰？哦，对，那林俊杰模仿一下。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穿乐队有加嘛？哦，用宪哥的歌来串串烧宪哥的歌，对，串杰伦的歌，像刚刚他们的歌里面，你看还有那个一个流沙，流沙也有，雨爱也串进去了，很多雨爱的串都串在里面，一两句，而且不违和，好吧？今天确认单飞。好吧，一直要劝他单飞，来，直接来，用我的歌试看哈，可以哈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的哈，劝一下，劝一下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，是何在我这里？这一类的东西，对了，相当不错，相当接下去。所以那你们还是要给自己未来做一些前程的设想啊。团长需要说几句话啊，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让团长讲到几句话。我是我们你们一直不断冷落团长，原来团长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我们的男主唱今天要单飞，我就当男主唱吧。哦，马上补上。我们今年会发行我们的这个专辑哦，创作的吗？对，创作的。我们一直唱别人的歌，今年会开始做自己的歌。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会再来这个节目，所以今天可不可以斗胆跟宪哥讲一下？哎，怎么样？多讲一点。专辑可不可以斗？我想跟你邀歌，跟我邀歌来，直接邀。哎呀，我的歌那么贵，你们这样，我就说宪哥最照顾新人。我呢，不要收那么贵，我照顾新人，但是我只帮有钱人写歌。讲这个要求了，希望宪哥可以圆我们的梦。OK， 可以讨论一下。有房子吗？你现在房子租了，买了？买的。先买的，先卖掉可以买歌。卖掉一栋，然后去买你一首歌就对了。时代不一样。哎，现在做唱片那么难做，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这是从音乐是一种精神，对，勇敢的把房子卖掉，然后来买歌，这个追梦，追梦。没关系，那你们还是先写好了。对，自己先写写看。好不好？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穿越团。